新春如意，大家恭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港都新闻新春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黄兰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这位贵宾哦，是我们高雄市议会的副议长陆淑美陆副议长来陪伴大家一起过好年，欢迎陆副议长。兰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副议长平常真的非常忙碌，所以在过年期间特别来到我们摄影棚陪伴大家一起过好年哦。所以是不是先请副议长来跟我们观众朋友拜个年呢？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议会副议长陆淑美，在这里仅代表我们议会徐议长以及我们全体的议员祝福大家金鼠年行大运，财运福运数不完，恭喜新年快乐。是，谢谢副议长为我们观众朋友带来这么大的一个贺礼哦。那我们知道啊，港都新闻啊，其实长期深耕地方，所以呢，过去一直以来哦，我们也是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个新闻的记录。副议长也经常看到我们采访的身影哦。所以呢，其实在今年2020年的一开始，元旦升旗典礼，我们港都新闻也有特别去做一个采访，同时呢，也来听听看我们府会首长的公开谈话。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新闻报告。元旦升旗典礼由中华艺校学生的旗鼓舞开场，展现年轻朋友的热情活力。接着在海军陆战队的乐仪队激扬的军乐声中进行战技操演，让民众看了惊叹不已。具有极高的危险性，期待队员展现顶尖四人特技，陆战雄风，请掌声鼓励。高雄市长韩国瑜则带领府会团队和现场民众一起升旗，由星光合唱团和新住民等族群代表一起领唱国歌，传达高雄是一个多元移民城市，都有一颗为高雄献上祝福的心。韩市长在致辞时还带领民众高唱祝福中华民国新年快乐。祝你新年快乐，祝你新年快乐，中华民国加油！韩市长表示，2019的代表字“乱”的列车已经离我们远去，请市民迎接2020年神圣的任务，期待高雄更棒、更吸引人。请所有市民朋友，把2019年所有的不愉快，我们把它抛弃掉，抛到九霄云外。我们承祝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的台湾同胞，2020年我们迎接另外一个字，爽不爽的爽，好吧，迎接我们109年，我们对高雄充满着期待，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打造高雄成为最快乐、最幸福、最富裕的城市。2020年的第一天，看着国旗冉冉升起，也象征耀动城市高雄起飞，迎接更美好的明天。记者吴秉源、赖昌邦，高雄报道。哇，刚刚看到副议长哦，也是一大早呢就陪伴着我们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元旦的升旗典礼，场面一定很感动吧，副议长？场面非常感动，因为这个升旗典礼在议会，县市合并以后，已经连续举办了9年。那非常感谢市民朋友非常热烈的参与，可以凝聚爱国以及爱家的这个精神。那一早看到市民朋友这么多人来参与，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又激动。是，我听说每一年参加我们高雄元旦升旗的这个民众啊，都好几万人，有人甚至好像半夜3-4点就去现场排队了，包含我们议会工作人员也是哦。因为有一些市民朋友大概都是先去参加我们的跨年，那跨年以后就直接来参加升旗，所以每一年几乎都是超过了1-2万人以上，迎新送旧一起都在我们高雄来。没有错，来参与了哈。那是，尤其刚刚我们听到我们副议长哈在公开致辞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希望能够府会合作，能够将高雄呢打造是一个快乐又富足的一个城市。那我们知道啊，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呢，刚刚市长呢也有讲说，过去的一年啊，代表字乱已经都过去了，希望在新的一年呢，能够迎接非常开心、快乐的一个爽这样子的一个字。那作为我们副议长，因为毕竟是我们民意代表，是要监督我们市政的，那要在推动以及监督的同时，您认为要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其实，如果是对市民朋友好的，
一些建设福祉，我们议会都会全力支持。那我们也期待我们韩市长的市府团队能够在过去我们市府一直做不到的，那借由韩市长的团队可以把我们市民的期待，包括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要求，一些路平啊，还有路灯啊，还有水沟清疏啊，这些基本的要求能够在韩市府领导之下能够做得更好。是有没有错，因为刚刚虽然副议长提到的路平啊、灯亮啊、水沟通这些听起来都是非常基层的建设，但是对于基层的民众来讲，如果这些没有办法发挥功能的话，可能民众根本就没有感受到哎，这个建物到底是在做啥哈。那我们知道其实副议长呢在高雄县市合并之前您是代表我们高雄县的一个部分，那所以长期以来呢我们知道县市合并之后都一直希望能够诉求所谓的高高平，那已经合并十年了，那副议长有没有觉得说这几年尤其在我们政党轮替之后呢，是不是觉得说那我们的这个县市合并平衡城乡的一个部分有需要在哪里加强的呢？其实县市合并到现在我算是议会最资深的议员，然后一直以来就是城乡差距还是没有办法拉近，这是我们原高雄县的县民值得觉得心里最难过的一点，不平衡吗？对，一直非常不平衡。然后我们也期待说，我们韩市府团队，因为我们很幸运来了三位副市长，也都是部长级的，那很开心，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其实我们路都变平了，而且路灯也都变成那个节能智慧的路灯，都慢慢在太旧换新中，还有一些易淹水的地区，也借由我们水沟的清疏。全部在去年几乎都没有淹水，而且水退得很快，所以也在这边也代表市民朋友谢谢我们韩市府团队的努力。是，谢谢副议长哦。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哦，身为这个公众人物嘛，毕竟又是我们民意代表，所以一定有很多的选民服务啊。然后一方面还要监督市政，所以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跟我一样好奇哦。你跟我们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那你要怎么样安排您的一个时间呢？我可以请教一下我们副议长，一天大概都睡几个钟头吗？应该都是平均是4-5个钟头，是平时的惯性的。哦，那真的非常的辛苦。不过我看我们副议长哦，虽然一天只睡大概平均4-5个小时，精神都还是非常好。要怎么样如何保持这个活力？其实我一向把我这个服务的工作当成是我一生最挚爱的工作，所以我每天几乎就是一般就是服务处安排的行程以外，然后没有行程我还是会找一些朋友啊，一些选民啊去坐一坐，然后听一听他们基层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我热爱的，所以我做起来相当的顺手，而且我也用快乐的心在做，所以我每天几乎都保持快乐的心情来服务选民，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维持吧。哦，所以其实从副议长的一个谈话，我们也可以体会说，哎，其实每一个工作它都是忙碌的。我们经常想说啊，我们工作非常累啊，可能睡眠不足啊。那但是听到副议长，你平均大概一天只睡了4个钟头，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这满满的一个活力，关键就在于你热爱这份工作，你喜欢它，投入它，融入它，自然而然就是会改变自己的一个心境，而且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哦。对，那么除了时间管理之外啊，我身为一个女性朋友，我也是要来问一下，那除了这个时间，当然啦，也是心境上的一个管理，所以副议长也是怎么样保持？你看，如果我们大概一天大概睡不好的话，可能就黑眼圈啦、眼袋啦、斑什么都跑出来。可是我们看副议长都是容光焕发，平常有做什么特别的保养吗？其实我平常的保养很简单的，就是大概脸洗干净，然后如果有空的时候呢，女儿会叮嘱我要敷面膜，所以大概2天至少敷一次面膜，因为其他的时间大概都用在选民服务上面，也没有特别的时间说像一些女性啊做做脸啊，什么洗洗三温暖啊，大概这些都没有，大概都没有办法去做。是哇，那副议长是天生丽质哦，因为我看到我们副议长啊，就是
之前好像你今天也是从 一大早就是行程很多，然后就赶来我们录摄影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影，然后还能够维持这样子容光焕发。所以副议长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保持心境，那当然基础的保养也还是要有啦。对对，一定是要的。好，那也给我自己一个心得一个感想，我下次试试看再来调试一下。好是，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副议长啊，那您代表我们原高雄县的民意代表，对于走访我们基层，你一定也是非常的有心得。那么在农历期间，一定有很多的返乡游子啊，还有我们的各地到访的游客来到我们高雄游玩呐、啊。所以呢，您要不要也利用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拿来当一下我们高雄的代言人，好好的来推广一下我们好吃好玩的地方？先从好吃的来讲好了。副议长过年都吃些什么？其实过年大家都一般都会吃年菜，然后除夕夜会团圆啊，大概就是少不了吃个火锅。然后像我们家比较特别，就是我们会把大伯啊，或是大伯母，或是那个我们一些孙子都邀起来一起来围炉，然后就大概做几个，一定要有鱼嘛，过年要年年有鱼，然后要有鸡啊，对不对？哦，那个金鸡报喜啊，好，然后还要有水饺啊，就是代表元宝的意思，然后还会有一些大概大家小朋友喜欢吃的东西，因为我自己家里三个孙子啊，小朋友就喜欢吃一些什么什么鸡块之类的啦，比较不健康的，不过他们喜欢，就过年要让他们高高兴这样子。哇，所以副议长也是就是宽很，就是非常听起来非常这个旁排呢，我们的年菜有鸡有鱼，然后也是有象征吉祥如意的意思，所以过年期间大家就是都是要围炉嘛。那说到这个采买年货，我们要准备一桌的年菜，而且就是要好几天。那我们冈山地区是不是也有著名的年货大街？在过年期间，大家是不是也都可以来我们冈山地区逛一逛？会长帮我们推荐一下。其实像我的选区来讲，你如果要买一些年货啊，可以到紫关去买一些乌鱼子啊，那也是过年大家最喜欢吃的。然后其实我们的年货大街大概算起来，像是冈山来讲，我们以那个中街啦，啊，现在中街比较没有那么热闹了，那大概都是分散开来买来采买。那一般我们的文贤市场啊，哦，或是一些黄昏市场啊，都已经具备你要办年菜的那个有这样的规模了啦，对都有了。所以呢，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可能原高雄县的朋友也可以感受到，其实虽然我们知道在县市合并之后，一直喊我们市府一直是喊希望能够高高平，不过我们也知道政府的资源有限，要推动的话是需要靠时间去做一个堆叠。那当然呢，市政是要延续的，所以我们也期待哦，我们未来呢可以继续市政继续往前进哦，在稳定中继续的发展，让城市更进步。那么刚刚除了我们听到我们副议长讲吃的之外，哎，那玩副议长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私房景点可以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吧？尤其是我们原高雄县啊，有27区哟，哇，那就是又有山又有海喽。对，那我们副议长要先推荐哪里？其实如果说你要是深度旅游的话，那我建议说到一些我们美浓啊六龟地方一些民宿都非常好，而且还可以去宝来泡汤哈六龟。然后如果来我的选区的话，我有一个私人景点在这边偷偷的告诉各位观众，因为在我们那个永安区一个永兴新港社区有一个叫做钻石沙滩。哇，听起来哇，好厉害的地方哦，钻石沙滩。对，在那个石斑路，刚好在那个永安渔会的旁边。那里虽然小小的，不过我都带孙子去那边玩，因为平时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那其实这个地方蛮特别的，大家有空可以带合家一起去那边旅游。哇，好哎，钻石沙滩，为什么它叫钻石沙滩？是我们地方民众的给我们的这个钻石沙滩的一个昵称吗？因为那个如果在我们黄昏的时候，太阳下山之前，
然后那个阳光洒在那个沙滩上，那你就会发现像钻石一般一闪一闪亮晶晶的，这个很少人知道的地方哦。我今天特别透露出来，希望我以后带孙子去也不要人潮太多。不过今天呢，我们副议长呢在我们港都新闻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景点之后啊，我相信他一定马上又会爆红。那我们希望呢，这样子一个美丽的沙滩啊，游客到了现场之后呢，其实欣赏这样子的一个美景之外，然后一些垃圾什么都不要留下来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片非常美好的一个海岸线呢，能够持续的保存下来。不过提到永安这个特殊的水产应该是我们的石斑鱼，对，其实永安因为永兴渔港在附近，很多一些那个去垂钓的一些那个渔民啊，我们那边的海鲜都非常新鲜，都是现捞的很多，所以也建议大家完了以后也可以去那边吃品尝海鲜。对，走海线哦，欣赏我们的蓝色的一个海洋啊，然后亲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之外呢，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美食哦。要吃海鲜的朋友呢，就可以到我们副议长的一个辖区，好，你的海鲜的这个部分呢，来品尝我们非常新鲜美味的水产哦。那除了这个，我们知道过年期间还是有很多的一个观众朋友啊，回来之后呢，会欣赏到我们大高雄非常美丽壮阔的一个山景。那刚副议长虽然已经有提到，其实在我们美浓地区它有浓浓的客家风情，那再往上走，除了泡汤之外，我们现在的包含的纳马夏啦、桃园区啊，还有茂林等等，现在我们市府市也规划了很多的一些观光的景点在上面。副议长过去有没有到我们山区再走一走？其实桃园来讲的话，它有很多梅树啊，那因为现在大概暖冬的关系哦，大概那个梅花都已经比较少见的啦。对，那另外茂林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紫斑蝶，大家可以去观赏，目前还有。好，那另外的话也来冈山，我们的冈山之眼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冈山之眼也不错啦。这是比较靠山区的部分。谢谢副议长哦，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很多您的一个私房景点，还有建议大家来我们高雄走村的景点。那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的返乡的游子啊，还有一些民众到我们高雄来走村之外，其实也会想要到庙里面走一走啊。我们也是有推动所谓的宗教之旅，那大家也会利用这个时间呢，来跟神明祈求，祝福我们的亲朋好友呢，能够新春如意，阖家平安。那所以，副议长这边也有没有要推荐大家，就是说，走访我们大高雄有哪一些的一个明罗古刹，这样子可以来做一个祈求参拜的行程？像我们冈山呢，我们就是市中心有一个叫寿天宫，已经都是300多年的了。哇，古迹级的。啊，然后我们岐山也是天后宫，也都是古迹级的，百年以上的。对，还有我们的那个庙通寺啊、庙崇寺啊，都是非常古老的一些宗教，而且都非常有特色。那在市区的话，也特别建议也可以去旗津啊，又好玩又可以顺便宗教之旅都可以结合，还有一些品尝海鲜。其实高雄真的好玩好吃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庙宇也真的太多了，一下子我真的全部要讲在节目也讲不完，大家可以 Google 上。对，就是可以。其实我们高雄这几年啊，其实推动我们的一个观光的部分都可以看到，其实它有很多主题性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你如果想要玩走海线的，我们有海边的相关的一个景点啊，那你要到山区的话我们也有。而且呢，不管就是你可能冬天啊，你要洗温泉要泡温泉，或者是要赏花，这些赏梅等等都可以来到我们市区，也是有很多的一个商圈可以逛。所以其实呢，大高雄这几年的蜕变不只是有美丽的街景、市区的这个街容等等的一个改变之外，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质感也都是不断的在进步当中哦。那当然提到过年期间，大家想说来高雄玩了以后一定要带一点什么回去，那所以伴手礼的部分，我们副议长是不是也有这个推荐大家的？那我要从我在地说起了，因为我住冈山，这冈山一定要为冈山好好的来行销一下，一定要讲冈山有三宝，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的蜂蜜豆瓣酱啊，还有羊肉啊，这是大家一定要来带回去的。说到羊肉，没有错，可是我们一定在现场吃啊，要怎么带回去？没有，羊肉现在它还是有栽培啊，
哦，已经可以、对，已经可以冷藏冷冻都做得非常好，还是可以当为伴手礼带回家。那另外呢，我们那个燕巢啊，或是那个大社都有蜜枣。对，哇，听说今年的这个雪蜜，对，还全国第一名。对，特别大颗哦。对，比那个高山梨还好吃。所以来我们高雄的话，就一定要走访我们的一个农村社区了。还有六龟的那个莲雾啊，我们那个黑珍珠莲雾也是全世界有名的。因为这个也非常受到国外朋友喜欢，像这两种都是在我们过年期间大概盛产最好吃的时候。那当然芭乐也不可以减少，芭乐是全年都有的。而且听说虽然我们芭乐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这个时候吃最好吃了。对，因为酸酸甜甜的，因为我也是住在我们燕巢啊当地，我也是觉得说啊，真是很幸福，一年四季都有这么棒的一个水果可以吃。难怪蓝君皮肤也很好，跟我一样爱吃芭乐，所以也把芭乐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赶快要把这个这么健康又美好的这个农特产品哦，这个芭乐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如果来高雄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冈山也好，或者是往这个山区也好，我们的交通真的十分便利哦。部长有感受到我们的交通的一个运输有进步了吗？其实我不建议过年大家开车来，那如果说你们如果坐高铁啊，外地朋友来，那你可以透过我们的捷运啊，我们大众运输，我们有一些接驳车都会带大家到我们好吃好玩的地方。那当然刚刚讲的伴手礼好吃好玩以外，一定要把伴手礼带回去。对，一定要来消费一下，留下我们的消费财啦。那当然也是鼓励我们在地的农渔民也好啦，还有我们的商家，我们的业者哦，大家都是过年期间不打烊，都是期待我们这些各地来的游客哦，希望能够做最好的服务。那我也想把市区再做一下推荐了。好啊，当然啊，我们一向呢不要忘记高雄的爱河，就是我们的大概全世界最有名的景点，还有我们的左营啊、莲池潭啊，还有我们博二啊，还有战二库啊，都是我们年轻人喜爱去游玩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合家在那个春节出游的话，每一个景点都是非常有特色。没有错，尤其是刚我们副议长特别提到哦，因为其实呢，最近哦，我们高雄市政府呢就跟国外的艺术家有合作，在爱河打造了一只爱之鲸，那个鲸鱼，对，它就是其实它是用很多的这个废弃的一些桶子。但是呢，它移植到我们爱河上的时候，它真的看起来非常璀璨，就像蓝宝石一样闪闪发光，超美的。就像从爱河耀出来一只金鱼一样，对对 对, 对。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来这个景点看一下。对，这个真的是非常推荐的一个景点哦。那当然除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爱河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设施啦哈，那包含可以搭乘这个爱之船啊、贡多拉船等等的，都可以来饱览我们爱河沿途的一个景色。对，那副议长除了就是说帮我们山区啊，我们的冈山区这边做一个推荐之外，在市区的部分，您公务繁忙之余，有没有机会也是到我们市区来品尝美食啦？其实市区大概每一家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的美食街啊，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些品牌有在里面进驻，大概大家都是蛮喜欢的。那另外比较私人的景点，行阿来的、就是市长爱吃的卤肉饭，其实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些国民的那一些庶民的美食、还有我们很多夜市也是要推荐一下哦。说到我们高雄的夜市，那真的是大家哈很多就是耳熟能详了，甚至远近驰名了，就是来以后我要到哪一个夜市，我们也是可以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荐哦。我们尤其是在市区的部分，它简直就是串联起我们高雄整个不夜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过年期间呢，大家都还是希望就说是不是可以讨个吉利，拿个红包。副议长好像有为今年有设计属于您个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红包袋哦。对，今年我特别制作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红包袋，那上面写着我们鼠年大吉，然后恭贺新喜。那背面呢，还有我一个小小的一个 Q 版的，然后里面比较特别，里面有一个金属报喜，然后呢有一个贴一个10块钱，象征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对。
哇，这个是副议长特别去设计的，这个 Q 版的这个吉祥，这个就是，对对对，哇，跟本人非常的像，这是团队设计的吗？还穿着旗袍，对，非常有这个。这是我那个副议长室的主任特别请他妹妹帮我设计的。哇，说到这个设计哦，副议长有没有觉得，其实我们高雄啊，现在要走这个设计，我们的软实力是不是也是很值得我们政府去来重视，然后提供更多的一个就业机会？应该是这样，我们先把我们的市政建设一些基础建设都做好，然后我希望说市府可以借由改天我们也要中央也要开发我们桥头科学园区啊，那另外再找一些基地出来，那提供一些比较优惠的条件，那一些企业家能够来高雄投资，然后把我们整个高雄的产业带动起来，也让一些年轻人愿意留在高雄就地就业，那这个将是带领我们高雄走向繁荣未来，还有我们经济一定要是顾好最重要的。是，今天呢，这个专访的时间呢，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一下子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所以呢，非常开心哦，副议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拜年之外，也分享了许多我们大高雄好吃好玩的讯息，也教导大家如何乐在工作，还有时间管理哦。今天非常谢谢副议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港都新闻也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